中央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四经八方新病例，七情六淫七病情，单个完善全国外，医德用心天地地，阿弘健康万堂。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师李明学中医师制作，每礼拜一到拜五，我李老师阿宏陈坤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医案，以及着临床养护免费提供。对中医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，腹肚定在做药毒，心情未轻松，不顺事的朋友。来，大家互相继续的这个相交换。人讲建议师中一治，先生显示自然好。多少企业互相研究、互相探讨，在临床上一个参考，更请注意先进动作，多加批评指教，感谢努力。观众大家红红快乐，大家好！感谢每天收看阿宏健康漫谈这个节目。咱这个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每天拜到拜五下晡时四点开始到六点。有缘有我李老师阿宏陈坤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探讨传统的这个中医药吼，啊，会当 DIY 吼、哦。来，咱。就来探讨这个平度炎，哦，平度炎。咱顶一个节目，咱有介绍这个感冒嘛，一般感冒当然有讲到这个过敏性这个平炎吼。那么咱直接，咱就来讲这个平度炎，平度炎。日本话讲叫做“一枯老朽”，一枯老朽吼。那么伊这个平度炎吼，平度发炎有诶较严重诶，西医建议爱开刀抢术。讲到你这个平度发炎烂去诶这个部分，歹去诶这个部分，啊，甲你抢术吼，切吼，刀啊，讲到你。啊，一挂歹的这个频道，啊，给你切掉。当然啊，因为伊，你若无切掉，在西医来讲，伊这个消炎无法度，无法度。因为哪讲？因为伊频道已经都烂去啊，烂去啊，伊的感染，加细菌在内面，吼，啊，在作秀，啊，在作怪。啊！伊个片药啊，话无法度，
所以建议讲你来开刀，吼、哦。但是咱中医吼，无迄个开刀对不对？但是偏到偏到也蛮好个，会、欸。当然你爱找着医生啦、啊。哦，啊，有诶我看看哦，有诶家己本身患者无耐性。无耐性，我看真侪拢是安尼，家己患者拢无耐性，啊你若到无耐性，你搁西医也好，中医也拢共款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安怎讲，咱中医是咧治根治本，是安怎你会找中医，就是要治根本，你毋才找中医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要暂时个较紧个，对不对？你著找西医啊，西医拢真紧嘛，止疼，对不对？消炎个，就是安尼先安尼，啊，所以。咱人脑病当然要看医生，但是你本身嘛爱找着医生啊，包括你要找西医还是中医，你的智慧。吼、哦，有的你若拄仔好发病了尔，你去找着了尔，哇，你这个病未阁发作。你若找唔到这个医，迄、那个医，譬如讲啊中医、医西医、医啊，过来咧安哪呢？当然啦，人讲的算安尼啊，最对。骨无一位烧啊，安尼是病袂好。那么阿方的这个建议是安怎？有诶，普通头一个有病，拢会去先去看西医。西医是袂歹，检查吼、哦，看你到底原因是安怎？哦，你什么病也好，那么检查出来，你家本身才知影啊，我已经有什么病啊？然后你。西医，那医呢？伊就讲：哎呦，我哪会念的好，念的无好啊？吼、哦，那安尼你就要考虑啊。那安尼你就要考虑，你那安尼是搁落去，阿方认为讲，对你本身唔是真好。啊，你那惊讲啊，我到西医在讲啊，西医电话嘛讲哦，你唔搁食别行药啊，你那食别行药，你安怎都安怎呢？你个健康也受不了，对唔对啦？哦，西医你嘛照常看，中间你才看中医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插落去治疗嘛。那治疗讲，感觉有较差哦，啊，你这西药你慢慢这个减掉。迄有足济哦，侬阿公嘛定定听着，伊讲哦，有医生哦，啊，你这病哪这紧啊？哦，医生才惊着你。伊讲，伊唔敢甲讲，伊找中医食中药。我讲你，你著出去甲讲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有诶就是安尼。啊，西医吼，唔知影伊讲看我，你甲看，我下只药啊效果真好，开始发无啊。哎呦，我治疗什么？治疗什么呀？对唔对啦？所以会烧蛋哦，吼，所以会烧蛋哦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即有诶就是安尼先啊，免啊讲，吼。好啦，咱进入主题啦。这个譬如讲鼻窦炎，吼、哦，你会当的算哪呢？鼻窦炎，吼、哦，鼻窦炎，但是鼻炎甲鼻窦炎无同款哦。鼻炎是比较的较紧，吼、哦，鼻炎比较的较紧，吼、哦。啊，那鼻窦炎就较慢，鼻窦炎普通拢慢性较侪，80%-90%拢是慢性。那是鼻炎，你会当用个青的这个臭适量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个对的。对接，哦啊过路，啊迄、那个接，甲滴的这个健康效果拢袂歹吼，一工甲滴三四遍，滴三四遍，吼，也会算安尼啊。一般来讲啊，差不多，你若讲鼻炎发生无偌久的，啊这哦，这两三工就差不多 OK 啊，两三工差不多 OK， 吼、哦。啊你若讲较久的，你着一礼拜、两礼拜。哦，应该是来就知影，哦，来就知影，甚至好去啊。哦，这是鼻炎，哦，爱注意哦。那么，咱这个鼻在西医来讲，有萎缩性的这个鼻炎，哦，甲慢性的这个鼻窦炎，这个你爱注意。哦，这无同款。哦，所以一个鼻啊啦，有足多的这个鼻。病因啦，啊，甲这个病名是安怎讲？有诶部位无同，吼、哦，发生诶这个症头无同，所以诶这个名称都无同，吼、哦。
那么那是慢性的这个鼻窦炎。拄则咱伫个讲个，往过这个臭臭臭，落去加汁，落去地皮啊，嘛是会使，吼嘛是会使。但是要较久个时间，爱较久个时间。上过阿方个建议就是讲，你一方面地皮啊，一方面食药啊，效果也比较好。哦，经验经验个孙阿娘显示讲，往过。这个青，而且臭臭臭，落去对接，介入，然后落去地皮，哦，地皮啊，效果拢真好，安怎直接，直接，吼、哦。那么，有一种是副鼻窦炎，哦，属到咱中医的这个鼻炎。伊个即个范围啦，哦，即在中医来讲，拢是风热毒上了到即个偏窍所来引起。那么往过清代，有即个清热解毒的即个效果。清代咱所知啊，清代那么有伫个泥巴，无那蓝色个啦，因为较早的时阵啊，伫个时阵啊。即嘛是讲中国大陆啦，较早即个什么调什么调，对不对？迄有一个调带吼，拢是穿即个青，而即个长衫。哦，所以咱有诶讲啊，什么你长衫来啊，为了穿哦，长衫为了是讲长衣啊，就是讲冬调诶，什么呀？我即个调带我是较无清楚，我是知影讲有一个调带拢是穿即个蓝色诶。啊，就是用啥？用这个青苔落去泥，这青苔做药啊，卖做泥料，安尼你知啦吼。所以你若是讲这个脑啦、嘴啦，吼、哦、有发炎，青苔卖当使用。所以咱过去吼，咱有看这个西药吼，啊，用个青青，迄有其实就是青苔。你抹迄个囡仔啦，安怎？你抹嘴，迄有就是咱中药就是青苔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了说，我这个西药有啦，就是西药提中药，啊，落去提炼，啊，做因的，比如讲，点耳啊啦，点目睭啦，点鼻孔啦，嘛是有中药，啊，那么落去提炼，啊，做伊西药。那么咱拄啊，即个讲的这个。副鼻窦炎、风热毒所上了鼻窍所引起的，哦，当然，在咱中医来讲，标本爱兼治效果，标本爱兼治，哦，比如讲有一条叫做鼻炎，这条汤头真好用，真好用，啊加什么呀？这个五味消毒液，这有一个处。哦，这个有一个处，那么你拢会当啊去药店去甲购买，吼、哦，啊来吃来服用就对。甲我拄啊伫讲，通过咱这个臭臭臭青，这个臭臭臭，落去加食桂露啊来治鼻，配合着我拄啊伫讲五味消毒饮啊来吃，应该效果拢袂歹。当然啦，吃有段时间，你若感觉讲有好就好咧，安内袂断根安尼啦吼。那么你再搁找中医师，啊来甲你诊断一下，然后再搁配药啊，继续。安怎讲呢？有诶，其实吼，你药啊咧食食治疗有效，但是到尾安怎，你身体本来抗体就较差。若是安尼，就爱换啥物？换一寡会当，互你即个免疫系统，即个抗体会当。加强，会当恢复。哪个呢？你这病都可能断根。啊，恢复这个抗体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加强这个抵抗力啦，吼、哦。免疫系的、免疫力的这当然啦。有一挂，比如讲参啊啦、青杞啦、当归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加这个红枣、丁丁这，当然爱搁给中医师吼。哦啊，来给你诊断一下。
然后安尼先比较得较适当嘛吼。啊，咱今日啊，这个直接咱就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健康万达，再见，拜拜。在空中相会，因为有你的声音可爱。彼日予我忍不住心的醉，所以要叫我怎样来对你